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因为我希望你回心转意，脱离你心存的幻想，和我一起为大东亚共荣效力。说得真好听。如果你真的希望我能像你想的那样，为什么还要怀疑我呢？不，我没有怀疑你。 我是担心你，再这样下去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。你为什么要给共党做事？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啊？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也能做到。 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有了国际支持，就会继续进行下去。相信同志们，已经看到，经过中国人民的苦苦抵抗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显出颓势。中国人民替全世界人民抵抗了日本人的侵略，替全世界人民承担了最大的苦难。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。香烟啦！ 香烟，哎，先生，哎，香烟啦！哎，香烟！哎，美烟呢？哟，石组长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徐老板，现在生意挺兴隆啊。哎呦，这真是托您的福啊！哎，有点不对劲儿，有好多生命过。 会议的最后一天，可千万别出纰漏。这些人在这多久了？一大早就在附近了。您看，您要哪一包？哎，就拿这个了。哎，好嘞，拿着。哎呦，谢谢您。剩下的回去喝酒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香烟啦，香烟。 青岛哈德门上海牌香烟啊，香烟啦！香烟，青岛哈德门上海牌香烟啊，香烟啦！不过兄弟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们共产党人在，一定让你早日啊离开南京。 肖专员，不进去看戏，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里面空气不好，出来透透气。是吗？哼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哦，说说看，我想干什么？我劝你别在这里动手，否则。 打不着狐狸，还惹得一身骚。你还嫌你的麻烦不够多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对了，刚才我看到邱小芳，我俩怎么说也算是朋友，你也不说让我见见面。
你一定是看错人了。我绝对不会看错。邱巧放在共产党里也算是个人物，他出现在这里，说明有大事发生。如果你要是再敢胡说，我就让你从今往后生不如死。你放心，你的事我不想问也不想管，从此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个秘密，上海滩又要血流成河了。云凯，你来了。我今天好了，有事等会再说。我呀，最爱听这一段了，让人听着没有丝毫烟火气。快一点不行，慢半拍更不行。要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还是看戏吧，别破坏了好兴致。好。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着去后台。这个地方能去后台吗？着急吗？走下近道。不对啊，今天演的是青衣戏，没听说有花脸。投逃！我尿憋得急，我得去趟厕所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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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肖汉奸。你们一定要再搜仔细一点，重点要搜查一下旅店码头和车站。肖汉奸极有可能会伪装逃跑。是，处长。 找着他，非弄死他不可。这家伙还怎么跑了好几条街？等找到他，把他交上去。哼，说不定啊，咱们还能靠他加官进爵呢。啊，少爷，进来玩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美女可多了，就是啊，快进来看看走啊。哎呀，你们来了，请坐，请坐，我先给您沏杯茶去啊。不用了。 你先告诉我后院在哪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哎呦，玉兰呐，快带这位爷去后院一下。好嘞，爷，跟着我去这边走，都下去吧。啊，妈妈，这该不会方便完就走了吧？哎呀，哪能啊！只要是进了咱们门的男人啊，你打都打不走。哎呦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 哟，两位爷来了，请坐呀。坐什么坐啊？老鸨子，我问问你，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吗？哎呦，这话您说的，我这儿来的人很多，那您说哪个人可疑呀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这个人见过没有？这个人刚才去后院了。啊，后院，你带我们去看看。啊，好。 人呢？就在里面。快点！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就在前面那个厕所，就那儿。滚吧！滚！好。走走。
玩来一个，上去。哪里？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滚！もしもし。这个阿克中，把训练的用一点，消防勤务，他会马上。本当に？はい。よかったわ。必ず生き取りにするのよ。はい。石处长，我们已经发现肖汉潜了。我还以为肖汉潜早就离开上海了，看来情报部里没帮着他逃走。要想离开上海，除非他有三头六臂。要知道，他现在是特高课的头号通缉犯。在哪儿抓到他的？妓院。都这会儿了，他还有心情去寻花问柳？没准人家想明白了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里面的通缉犯给我听着，你已经被皇军团团围住了，如果你能缴械投降的话，皇军一定会宽大处理的。我们再说一遍，你已经被皇军团团围住了，只要你缴械投降，皇军优待，打打你。还让老子投降？老子再投降，我就成什么了？老子我连汉奸都不算。天爷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捉弄人呢？Thank you.
呀，我对不起你。就来陪你。手配犯をギャラリアの中に囲い込みました。奴は抵抗が激しく、兵を人質射殺しております。もう中にどれほどいる？大体2時間ホールです。糟糕。怎么？他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我们想要活着他不大可能。走去看看。都走。手洗いです。ご注意を。奴は発表する恐れが。分かったわ。我来和他说。好。小汉琴，我是石永凯，把枪放下。石永凯，老子终于把你耗来了，我就等着你来呢。死了。知道了。小猫无颜面见父母大人，请把我的尸首抛入黄浦江。他还算有点羞耻之心。
干嘛闷闷不乐？你要知道，这七十六号以后可就是你一个人的天下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萧汉前的后事？还能怎么处理呢？丢到黄浦江喂鱼啊！新闻都已经登了，他就是贼逆，活该，死有余辜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不行。什么意思？萧汉前是被俘后参加和平运动的，如果就让他得到这样的结局，舆论上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可是新闻都已经登了，舆论也已经造成了，这还能改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就说萧汉前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东亚和平义士，为了大日本帝国假意投靠国民党，后来在枪战中不幸身亡。哎，这个办法好啊，这样一来利用一个死人，舆论就会对我们有利。这个办法我赞同。既然你同意，还是要把这件事情搞得真一点，让所有人都相信你以你的名义在十六铺码头召开攻击大会。总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。好吧，就听你的。会场的外面让他们埋伏起来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这个必要了，你的安全最重要吗？我是说有这个必要一定要用这种方式。你什么意思？这边
不错，跟谁学的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输了，你开枪吧，你早晚会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。收起你这一套，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就算你能活着，末日也为期不远，我想你永远也看不到那一天。倒是石永凯，你死了他一定难过。既然这样，我很愿意成全你们，一起下地狱。我们就算牺牲也是为了正义。石永凯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着你最爱的女人死在你的面前。永凯，永凯，
石永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多重身份的潜伏工作，与袁玉婷回到延安，投入新的战斗。风云迭起，东坡又惊醒，我写着杀机，目不逼近，浩然正气在胸膛中轰鸣，我一腔豪情为家国燃起，战火烧不散铁骨的钢筋，枪炮打不断人间正义，心系着家乡，愿望着和平，壮烈依然无畏无惧，狂风在午夜转瞬间生死分别，澎湃的怒号刺穿漫长黑夜，时光在午夜今夜战场注定无眠，刀光如炼血色如烟，一触便了